黑脸琵鹭是大型的涉禽，有黑色的脸，全身呢有雪白的羽毛，它的嘴形状独特，好像匙羹的形状，但是又与琵琶相似，故此啊，它的中文名就叫做黑脸琵鹭。黑脸琵鹭主要呢是以浅水地带的鱼虾为食粮，它觅食时是微张开的嘴，并在水里呢扫动的方式找寻鱼虾或者甲壳类，它行走和展翅的姿态优美。黑脸琵鹭只是在南北韩、西部、海岸以至中国辽宁省之间的小岛上繁殖，全球数量估计只有2700只，所以被列为濒危的物种。黑脸琵鹭在冬天就会南迁至东南亚地区，其中台湾和珠三角包括香港在内是黑脸琵鹭的主要越冬地。